哎，随便啦、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猪来的嘞。说中了。网上很红啊，没有人引万引万那个啊，然后你们赌篮那个啊，就是这个游戏。然后我隔壁那个人，这个就到处来玩一下，然后我们之前那个 Pirate King 不是有人讲过要用苹果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就用比较大个一点 Orange， 这样大个 Orange 来试验看可不可以。来，你放啊。可是我感觉好像有点我放不好。来，放下去。哎，可以。可是我连好像一直在动。可以耶。它在那边转，在那边转。太大个了，整个荧幕一半以上都是挡住了。它就在那边转，超级自动转。正面啊，有什么是水果就可以了。完全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很太什么了。水果就可以了，等到你家里有什么水果就放上去了。香蕉应该可以啊。你搞啥？香蕉很长，不可以。葡萄可以。他没拿走就没有继续啊。证明 Orange 是行得通了，所以回家可以试看啊。没有 Orange。刚从冰厨拿出来的，我电话信。所以要我 post 给他这个Orange， 所以 post 给你们了。我电视机。